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享誉世界的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博士。十多年来，他所做的几百万次的水实验震动了全世界，他们的实验成果被写成图书出版，如今已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出版。中文版图书的名字叫《水知道答案》。江本胜博士还被邀请到联合国做专题汇报，主题就是世间万物都是可以沟通的，人类的想法决定着周围的环境。人类心里的念头，包括说出来的话和写出来的文字，对水有哪些影响呢？For one sample of water, we drop about 0.5 cc's onto each 50 petri dishes. Then we take those 50 petri dishes and freeze them in a freezer at minus 25 degrees Celsius for about 3 hours. We take those frozen samples into a refrigerator that is set at minus 5 degrees Celsius, or Celsius. A microscope with a camera is set up. There we take photographs of each of the 50 water drops individually. We first take photographs of water that we did not put any information in. Then we take the water with information and do the same procedure just described. We take those before and after photographs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水に愛 When we projected the feeling of love and thanks to water, it made the most beautiful crystal. At times like this, I think water is at peace. 这个实验既很有意思，又确实令人震惊。自然界一切的一切的确是一个整体，根本无法分开。你的心好了，他们也就好了；你的心坏了，他们也就坏了。今天科学实验的证明和2000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所讲完全一样，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美国的地铁站，这些科学家们正在向社会大众解说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And what affects it. Now, water is the most receptive of the four elements. Mr. Emoto thought perhaps it would respond to non-physical events. So he set up a series of studies, applied mental stimuli, and photographed it with a microscope. The tree of love. And we move along here to thank you. And you can see where he taped that, to this bottle here.But if you read Japanese, you already knew that. Now, Mr. Emoto speaks of the thought or intent being the driving force in all of this. The science of how that actually affects the molecules is unknown, except to the water molecules, of course. And it's really fascinating when you keep in mind that 90% of our bodies are water.Makes you wonder, doesn't it? If thoughts can do that to water, imagine what our thoughts can do to us.人如果不相信自己的念头有这样大的影响力，那么请看下边的科学实验。水能够看得懂人的意思，在玻璃瓶上贴上感恩感谢，水的结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不管用哪国文字，只要人的心是感恩的心，意念是感谢的意念，水的结晶都非常美好。这是中文的感谢，这是葡萄牙文的感谢，这是韩文的感谢，这是芬兰文的感谢，这是俄文的感谢，
这是罗马尼亚文的感谢，这是泰国文的感谢，这是希伯来文的感谢，这是土耳其文的感谢。再给瓶子上贴上其他内容，比如夫妻之爱，水的结晶竟然是大结晶拥抱着小结晶，就像告诉人们夫妻恩爱中各自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再贴上家人之爱，水的结晶竟然一层套着一层重叠在一起，如同三代同堂，仿佛在告诉人们真正的家庭之爱是老幼不能分开的。再贴上邻居的爱，水结晶里边的六瓣紧密地围凑在一起，好像在互相帮助。再贴上相思相爱，水结晶竟然出现阴阳两种样子，就像一男一女，仿佛告诉人们男女有别，各守天性，才能紧密在一起相亲相爱。再看这个水结晶，它是不是非常的美？你知道给它贴上了什么文字吗？就是人们常常说的，也是人们最爱听的，我爱你。这些无数的美好的水结晶，这些几百万次的科学实验，揭示出来了宇宙人生的自然规律和真理。也就是说，不管是人类还是山河大地，世间万物没有不喜欢美好的，没有不需要爱的。你真正爱他，他给你的回报没有不是美好的，连水都需要爱，更何况人类呢？那么水能够看得懂意思，它还能够听吗？下面就是对着一杯水朗诵江本胜博士所做的一首诗。欢迎来到地球，这一趟路途遥远，真是辛苦你了。这里暂时会是你甜蜜的家，你就在这里慢慢平复旅途的辛劳，爸爸跟妈妈会一直守护着你。你知道水听到这首诗之后，它的结晶是怎么样的吗？这就是它听到这首诗的样子。你看这杯水的结晶多么的美好啊！如果你把这杯水喝下去，我们相信你的身体一定会很健康，很受益。这就是你对一杯水很好，这杯水给你的回报。这是一些学习传统文化的孩子们，在吃饭之前，他们要对着食物念诵感恩词。饭食之德，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自奉必须简约。自奉必须简约。宴客切勿流连。宴客切勿流连。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者
感恩老师辛勤教导，感恩同学关心帮助，感恩农夫辛勤劳作，感恩大众信任支持。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些学习传统文化的孩子们才是最有福报的。像这些学生们一样，一天三顿饭，顿顿都感恩，这些意念都是最美好的。他们所吃到的饭菜，喝到的水，所有的结晶一定都是最美好的。这样的饮食对孩子们不但是最养人的，也是最养心的，关键是最养他们的品德。这在今天的现实社会真是难得的福气。如果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社会也都天天这样做，学做感恩的家庭、感恩的社会、感恩的民族，那毫无疑问，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民族就是世界上最有福报的。饭食之德，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自奉必须简约。自奉必须简约。宴客切勿流连。宴客切勿流连。饮食约而精。饮食约而精。原书欲真修。原书欲真修。勿贪口腹而滋杀生。勿贪口腹而滋杀生禽。萝卜白菜保平安人生。萝卜白菜保平安人生。福中有剩饭。福中有剩饭。路上有饥人。路上有饥人。或饮食，或坐走。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者先，幼者后。时事可勿过则。若衣服，若饮食。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不如人，勿生戚。不明白传统文化的人，现在看了科学实验，终于才明白我们中华民族古圣先贤的伟大，真正是当之无愧的人类瑰宝。早在千万年前，圣贤就教育我们，爱人者人恒爱之，人只是一个代表。这个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只有爱天地万物，天地万物才会爱你，给你的回报都是最美好的结晶。这部经典叫做《礼记》，它的历史至少在3000年以上。翻开它的头一篇，第一句话就是物不敬，安民哉。也就是说，对世间万物没有不恭敬有爱的，天下的人民自然就会安定幸福。所以人心的好坏，人们念头的善恶，才是决定一切的最根本。现在科学试验还要证明相反的一面，给水瓶贴上很恶的文字，这些都是不善的意念，结果会怎样呢？这是贴上混账之后的水结晶，这是贴上了你给我做的水结晶，这是贴上了恨死了杀了你的水结晶。大家马上会发现一个问题，其实水正是人心的一面镜子，你的心是什么样子，水就是什么样子。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你见过吗？你可以告诉他，我见过，我有一颗爱人的心，
我的心就是这个样子。人们可想而知，一个人的内心常年保持在这种状态下，这样的人怎么会不健康长寿呢？怎么会不幸福美好呢？反过来，如果你有一颗怨恨的心、邪恶的心、自私自利的心，那也就是说你的心常常是这个样子。可想而知，常年在这种状态下，这样的人们怎么会健康长寿？怎么会幸福美好？这就是今天很多人很有钱、很有权、很出名，但生活的却非常痛苦，找不到幸福的根本原因，因为他的心出了问题，丧失了善恶的标准，做了无数的邪恶事，身心已经扭曲到了极点，痛苦的要死，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的身体里 70% 以上是水分，你身体里的水结晶常常是这种扭曲的状态、丑恶的状态，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你不难受、不生病，那才奇怪呢。It makes you wonder, doesn't it? If thoughts can do that to water, imagine what our thoughts can do to us. So, 每天看看我们这副样子就知道了。人的命运，人的吉凶祸福，完全是由自己这颗心来决定的。命由心造，福自我求，这的确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我们再来看，这是用德语写的混账，贴到水瓶上。这是法语的骂人话，混账。这是贴上了癌症。这是贴上了放弃。这是贴上了堕落，这是贴上了911，这是贴上了你不行，这是贴上了压力太大。现在人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一幅一幅水结晶的镜子，来反省我们每一天的心态，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身体那70%多的水分都是什么样子。还有我们身体里的血液，它的细胞、它的分子已经扭曲到了什么程度。那么这个人表现出来就是痛苦、疾病、短命。所以一切的灾难都是有根源的，而第一个最重要的根源就是人们不知道反省，不知道遵循自然规律的去生活。这是给水贴上素食快餐之后的结晶，我们看它已经没法结晶了。
人们就知道这些用流水线机器生产出来的速食快餐连水都不喜欢，相反再把妈妈做饭的味道贴到水上，水的结晶竟然是这样的美好。看了这个信息，仿佛连水都非常欢喜，连水都喜欢妈妈做饭的味道。由此人们就会发现人类的亲情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中国古人常讲，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是可以感动天地的。现代人一直看不起古人，说这些是封建愚昧落后和迷信，现在科学实验证明了先祖的伟大，妈妈做饭的味道是最伟大的母爱，人性本有的伟大的爱心。水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而仅仅是矿物，连水这种矿物看了都非常感动，它的结晶都这样美好。我们还能说天地都被感动了是封建迷信吗？我们到今天才明白，自然界的万物对人心的感受从来都不是无动于衷的，你善他就善，你恶他就恶，就像水这面镜子一样，人类可以照一照。今天地球自然环境变成这副样子，世界变成这副样子，我们怨不得别人，因为我们的心正是这副样子，世界就是我们的镜子。所以古圣先贤教育人们，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沉迷在现代化的竞争里，疯狂地追求物欲享受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真理知道的太少了。你不相信可以再看看水知道答案的科学实验，人类越来越膨胀，迷信高科技，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上帝，可以创造一切。那么现在就把克隆人这个信息贴到水瓶上，我们看这就是水结晶给出的答案。而反过来再回到古代，再让水来听一听古典的真善美的音乐，这是听古琴的水结晶。现在给他听威瓦尔第的交响乐四季，播放春天的时候水的结晶像萌芽，听到夏天结晶就变得茂盛茁壮。听到了秋天就像草木枯萎，万物凋零。听到冬天的时候真的就像结成了冰。这是听莫扎特的音乐，样子相当的精美。这是听到森林